吃榴莲的七大禁忌。榴莲不可与白酒同食，两者皆属热气之物。如患糖尿病人，两者同吃会导致血管阻塞，严重的会爆血管，中风情况的出现。榴莲不能与温性食物同吃，如牛肉、羊肉、狗肉等，以及海鲜。同吃会上火发炎，或者由于上火导致其他疾病，或者诱发以前的疾病。心脑血管患者不宜吃榴莲，会导致血管阻塞，严重的会有爆血管、中风情况出现。肥胖人士宜少食用，因为榴莲含有的热量以及糖分较高。肾病患者以及心脏病病人不宜吃榴莲，因为榴莲含有较高的钾质。皮肤病的患者及喉炎、哮喘、气管炎的患者不宜吃榴莲。热气体质、喉咙咳嗽、患感冒、阴虚体质、气管敏感者吃榴莲会令病情恶化。